西游梗传的全部通关攻略。第一关，右边猴子点三下，左边猴子点四下。第二关，摸猴头三次。第三关，把木鱼摩擦到发亮。第四关，把屏幕往右边滑。第五关，把金箍棒缩小。第六关，把他头上的元宝放到右边的桶里面。第七关，把他们像我这样排成 ACTION。第八关，把左边的灯塔往上拉。第九关，先点一下太阳，然后点二郎神的眼睛，最后再点一下孙悟空。第十关，点一下孙悟空，然后再点手掌22次。第十一关，先点一下树，然后把油漆拖到金蝉身上，最后再把金蝉拖到乞丐身上。第十二关，把两条马腿转到左边。第十三关，按住猪八戒的尾巴。第十四关，先把留声机打开，然后长按蝙蝠3秒钟，把它拖到孙悟空身上，最后再点一下袈裟。第十五关，点一下骑士，把沙僧叫醒。第十六关，点左边土地3次，让他帮树浇水，再点右边土地3次，让他帮树施肥。第十八关，把云拖到孙悟空身上，然后把马桶扔掉。